早潮州车站就有排队人潮，随到随打吸引力太强，人潮挤爆。镜头一转，另一个实打站万丹果菜市场也有人潮涌入，强打莫德纳。担心是会的，每个人都会担心嘛。现在世界这么严重，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又不知道是不是有感染疫症。高屏疫情紧张，随到随打太方便。开打第一天就有上百位民众抢着来打莫德纳疫苗，让身体多点保障。市府连续两天新增四个施打站，分为上下午场。保健医院一天600剂，万丹果菜市场1600，十九号屏东火车站也有1600剂。潮荣诊所曾有确诊足迹，潮州火车站特别连续施打两天，一共2400剂，一早涌入，场场人龙。依照就是人潮去增加整个服务的量。怕是说潮州我所以上次的超冷比较有那紧张。高雄疫情延烧，多条传播链找不到感染源，隔壁屏东皮皮厝随到随打，一开打民众不管多早起排多久还是会来打疫苗，就怕疫情烧过来。记者张中华，金宪忠、林义荣屏东报道。